好香哦！我刚才才开一下下，然后就闻到那个咖啡的香味。获得了一个拥抱，甚至有我家的灯，而且同一盏在打六折。昨天晚上真的通勤太累了，我们到住宿的地方已经快两点了。当然，这是我们哥本哈根住宿的地方，但其实因为这次我就故意不找泰式中心。这是我们的两个床 ，Ariel 刚去外面探索，然后这是我们的浴室，也是干干净净的，然后一个小小的厨房，这个小厨房跟我家长的超级像。唯一的缺点是这里没有全身镜，然后这里也可以让我挂衣服，然后还有一个小小的梳妆台。一些空空虚虚 ，Ariel 出现了。哥本哈根是有点冷，所以哥本哈根穿那么多，所以他们这里是有开暖气的。谢谢。就是我们昨天一进来发现有暖气真的是太好了，因为昨天晚上不到十度，好冷。昨天晚上好冷。来坐地铁来到市区大概只要十分钟，我们来吃佛了，因为实在是有点冷，决定要喝点热汤。喝到热汤很赞。刚刚鲶鱼那段路让我想起巴黎。有奶哎，他这个生辣椒超辣，好赞。上次跟阿瑟一起只有一进来发现哎，原来是这间。谢谢，好，帮拍一张。先影片。哦，有，谢谢。你们对，来4天，我也来4天。哦，我们是今天要回去。那你们今天要回去？哦，对。天哪，我们在回，反正我们是回英国，因为我们是在英国安排的，所以你们两个在英国，对，然后你们两个都是台湾。对。获得了一个拥抱。所有任何有在路上看到我的人，请叫住我。因为在日本的时候，常常几乎每天都有人过来喝，我就觉得很开心。然后来到欧洲真的比较少。然后我们那天巴黎只遇到一个男生，然后在这边还可以遇到我，真的是太开心的。我发现我蛮喜欢跟 Ariel 一起吃饭，因为我还可以多吃他吃不完的。那天去乌龙面也是，我直接坐下来吃。对。进来这间店，很多设计师品牌的一些小家饰品，有这个灯，然后也有 and tradition 的灯。哎，他有进那个花瓶，哎，那个花瓶很可爱。上次很想买啊，但很怕买回去会破掉。然后也有这些灯 and tradition 的灯，还有椅子。很多我喜欢的东西。我们来到这个广场，上次跟阿瑟说这里超级安全，然后还把东西放在丢在地上拍照，就是这个广场。只是这一次是看到水的，上次好像结冰。这里有黑一整栋的黑 黑 house 啊，所以黑是店的意思，它不是店面，它整栋的，它是整栋的。哦，我看到那个黑的灯呢，好明显。在这边听到好多日文，好可爱。我们来到这间咖啡厅，叫 Hans。我想改坐里面。在丹麦这边 ，Louis Poulsen 的灯好像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东西。这间咖啡厅全部都用 Louis Poulsen 的灯，还有 and tradition。
上来黑 house。这里好多日本人。Hey 的本店，这次来看了好多品牌本店哦。这镜子也是很可爱，好可爱哦。走到这边，这间上次有来跟大家介绍过，它里面什么灯具都有，然后而且都会有折扣，超推！我上次在这边买了好多东西回家，也是什么灯都有，甚至有我家的灯，而且同一盏再打六折。我们来到一家高朋满座的亚洲套餐的菜，然后再加一些北欧的风格。重点是，我的手机死亡，已关机。他这边的充电线没有 iPhone 15的。总之，我现在有办法录影的方式只有这一台了，就是变成一个自言自语的人，也没有手机可以用。他推荐我一杯白酒，要我先试喝看看。OK, thank you. Pretty nice. Yes, thank you. Thank you. 很好喝耶。Thank you. 对不对？我甚至不能拍食物，我只能用这一台记录食物。是尾鱼生鱼片，那是牛肉，还有他说有 truffle 的酱的吗？松露酱。然后这个是，这个有泰式的那个汤的味道。我身边的朋友都知道我其实没有很喜欢吃紫苏叶，但我今天要来挑战我的自制。哇，它的紫苏叶有个大片。由于它的紫苏叶太大片，整卷只有紫苏的味道啊。Thank you. 对啊，我们刚刚选了13道的套餐，连我都饱了，何况是 Ariel。这是椰奶饭，然后这是炸鸡。以我的食量，我停下来了。我们吃到甜点了，真的饱到快吐了。因为它每一道菜都不是加椰奶，就是椰子肉、椰子果肉什么都有，椰子奶、椰奶，全部都是椰类的。这个人也是不喜欢吃椰子，其实我本人也是，但我可以接受椰奶，我只有不行接受椰子肉。我们吃完了我们的晚餐了，非常的饱，出来顺便来看看这个黄昏，天空是粉粉嫩嫩的颜色。现在的气温呢，我也无法，因为我手机是。我现在手机是怎么呢？怎么了？是一块废铁，我连要看几点都没办法。好冷哦！我一看现在，12度。要出门了，今天是好天气，希望我今天可以买到新衣服，因为我没有任何一件保暖的衣服。来到那个市中心了，就
就是我们搭车都会搭到这一站，然后就开始逛街。然后现在我们要先去喝个咖啡。然后我戴耳机是因为等一下要开个会，需要讲电话，所以我必须找一个地方停下来，不然还是得上，没办法。我们来到 Airport Cafe， 他们新开了一个分店在市区。我现在点了一杯手冲，我先来喝。全世界最厉害的手冲师哦，他叫我先这样闻一下，先闻一下。我现在喝药汤哎，他是手冲的，好香哦。我刚才才开一下下，然后就闻到那个咖啡的香味。哎，北欧的 vlog， 大家要记得看。在那边只看日本跟巴黎。刚刚那个溃烂。不行哎，我觉得最值得看的是北欧。北欧 的景点太棒了，而且真的没有太难来，就是想办法转机，就可以有最便宜的方式可以过来。刚刚就是去了那个百货公司的这一间，买了那个 Acne。 要跟大家说，这一间跟伊势丹一模一样，它是有给外国人另外 10% 的折扣，但是你要必须自己跟那个店员问另外 10%， 然后再退税，所以等于说我有20几%的 off。 有时候在百货公司买会有一些优待。进来这一间昨天路过觉得超可爱的家具家饰店，我们进来这里的那个小麦当劳，没有，它没有这么连锁，它只有几间分店而已，在卖的那个汉堡店。然后你看大排长龙，这里人很多，然后我们就直接在那里吃。我已经快吃完，我才想到忘记拍了。看这个现在看起来卖相超多，它很好吃哎，汁很多，只是要等一阵子，因为它们完全现做。我们进来一间咖啡，这是我的第三杯。不好意思跟各位报告一下，我今天呢、买了三个杯子。哎，这袋子里面有三个杯子。今天买了不少杯子，四杯子。来到 Louis Roll， 上次我没有来这边，也可以喝咖啡，可以吃早餐，然后会有面包这样。然后跟上一次我来的陈列完全不一样，连装潢都不太一样，就很推荐大家来，因为它有一个很有指标性的碗盘，还有一个花器，很可爱，推荐给大家。刚刚在对面的那个 Storm， 然后现在来这个 Nike， 这边主要是鞋子跟一些小物的选品。我看到家里的杯子，那个 Rosanne 给我的杯子，看那个杯子的那个品牌，它还有出这么大，很可爱，杯子一系列的 Nicole June， 好大的，好可爱哦，可以当滑器，可是它非常的重。我们来一间拉面店，
然后刚刚排了超级长的队，我们排了多久啊？半小时。又看到外国人煮拉面了。哎，我们这一趟吃了两次拉面，在北欧。在巴黎的时候吃的乌龙面是日本人煮的，两间都是日本人煮的，就是比较安全。然后来这边，那我们刚一碗面多少钱？我真吓疯哎，因为我刚才我们点了两碗面，然后一份炸鸡，然后我有加一颗溏心蛋，就这样，总共台币2200。我们刚吃的这个炸鸡很好吃哎，我瞬间吃了两块去了。日本拉面店的炸鸡跟台湾卷福鸡有一点像，然后没那么咸，然后非常好吃。好吃的加辣。我的汤是香菇鸡汤，一样是面太软，温。不过你觉得整体好吃吗？满分十分，几分？七分吧。刚刚跟 Ariel 的朋友两个法国人去喝酒，重点是我们两个酒量很差，然后因为我不太能喝红酒，我喝了第一杯碗的时候我睡意上来了，然后因为他们一直聊天，然后我就是听嘛，我又开始想睡觉。今天是星期五晚上了，所以去喝点小酒。Friday night 就没想到，不是因为我们吃完晚餐的时候才八点哎、欸，不过现在天是亮的没错，但是现在十点多，事情还没做完，回家工作。我发现今天真的是星期五，因为十点多了，可是这里好多人哦。对，因为昨天没有人啊。你看 ，Friday night 哦。对这里来说已经人很多了，对那个丹麦来说。